哎呀，拍结果了。可能要，可能要吃。这结果子判的是嘛？这不搁老块啥叫闭住？你现在口口眼睛闭住啊！眼睛闭住。把眼睛闭住。现在口口去怀化。嗯，把这个怀化判了去。只要十一个地方。嗯。好，收拾。哎呦，都收拾了。你就在那口罩守着，他马上过来了。上来把鼻子给。嗯。给他，哎，嗯，好，我都乖了，走一走走啊，还能说话，说什么？哎，这头你自己往这再换，水在哪点？小哥，放点水。嗯，水在哪放的？能吊带。就山脚后面有半条。吊腿，我重要。这外面吃吃的啊。你把眼睛闭上啊，把眼睛闭住，不要打开走。哎，等等，我这儿来。帮忙那个，哎呦，木工什么？砸死了！眼睛闭住，眼睛闭住，眼睛闭住，眼睛闭住啊！眼睛闭住。拿水是吧？那外边水少一点。把竹子从后边能不能弄出来？正好。嗯。啊，都快垮了。小姐姐还玩。王姐，你缓一会儿，接着咱们可以了，他给你翻个身啊。哦。嗯，反正精神状态。哎，还很好，嗯，不错。哎，挺这几天，亏姐大，我都亏姐大，真是。你现在感觉咋个？外面没的都感觉。人好着，人好着，人好着了。你好，刚才那个你们那个车取修了吧？你说什么？哎，好好好，我们人在口子上等你着啊。哦。嗯嗯。